神农尝百草，原来是个美食节目。来来来，让神农一尝到底。粽子加白糖吧。还有一样东西，黑芝麻吗？哎，厉害厉害，猜对了猜对了。黑暗料理。对，黑暗料理。先闻一下。饼干加芥末。这个够狠。孙老师，您是更喜欢尝百草，还是喜欢我们给您准备的美食？我更喜欢美食。